国道四号西向四点八公里的所在，今仔日晚点发生一个家己弄车并发的这个车祸，车顶的两个人是拢受到轻伤送病院。驾驶表示讲是因为落雨造成车辆失控。而国道警方初步了解讲，驾驶是无饮酒开车，也无可能有超载这状况。事故原因该调查。车辆弄破国道外面的护栏，卡伫咧边坡规个龙冰车。国道四号清水段西向四点八公里的所在，二十八号半暝一点五十分，一台白色的轿车发生车祸，车顶的六个人被救出来，惊昏未定。车上的驾驶表示是甲同事食饭了后，准备要倒转去厝内，落雨涂卡澹，才会失去控制冰车。我们吃完饭要回家，就回家的路上。然后车速那时候有比较快吗？一百到一百零五之间。然后车子打滑偏掉了。台中市消防局两点十分得到消息，派三个分队、十一名消防队员前往救援，六个人轻伤，分送台中大甲、公田、甲李综合病院。国道警察表示，自小客是先开咧内线的车道，弄到内面的护栏了后，才失控，并且伫咧外面的路径。驾驶无饮酒，详细肇事的原因也搁伫咧调查。那驾驶人哦，经酒测哦是没有酒驾的情形哦。那有关车辆载运人数如果超过数额哦，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项第四款的规定哦，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哦，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。警方初步研判，轿车是五人坐，若是确认是超载，会以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开罚3000至18000元的罚款。病院是表示，除了其中一位33岁酷刑男子脑震荡加倒手骨折断院以外，其他拢已经倒转去厝内。记者台中报道。